是咱正统六门什么庙？天上什么娘娘？建坛说就是，来一往前来一步，咱的这个大主会过顺宝，二主会主石蔡金池，三主会主大古德墓。萬隆主會主破過金條，五主會三觀受驗無憂，咱正統龍音門聖母廟大路主丹聖寶，主靈委員王明義，咱正統龍音門新天牛科兩代吉安優秀，咱明義會長在清池，會長王明義，副會長蔡炳輝、丹秀堂、丹安、彭永書、彭俊雄、財務長郭志輝、参礼团丹安总干事洪志清，副总干事郭胜宏，吴友业蔡水源、陈秀响、曾志坚，咱王尊祖尊长吴水秋，王副长吴国山，记咱国祖组长啊，王班王副长班咱这班长，我阿里罗阿将先生在地啦吼，去伫今日，我阿在今日两时，三月二六日。来全请咱这个王尊，咱尊孝尊顶，这个水手大王，以及咱两位众先生啊吼，管尊大王，来一步，会当咧庇佑，咱众罗汉神仙大德，伫今年新天年科两届香召来功成圆满，降福速增祥，庇佑众罗汉神仙大德会当咧事事无灾，不折有庆，昌盛万盈。事事如意，会当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大家会当来平安顺遂啦。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我来一香。观主大王来，就拜，再拜，三拜，礼行。来，今天来当家啊，明白？好。小哥啊，加，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家对我的是非常的感激。
Thank you.
三百，热情啊！人也要请你，你都爱认好清哦。到半年他就是一定。